腺病毒用什么才能有效预防？用酒精还是漂白水消毒才是腺病毒的有效预防方式？酒精。漂白水不行吗？芝麻之前就是得了腺病毒，然后他们就特别讲一定要用，不是，一定要用肥皂水。对不起。讲完了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